你怎么可以这样指控我呢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把那个装有1000大洋的箱子给了小蛮的养父。我问你，为什么二太太要给你1000大洋？那1000大洋为什么又给了小蛮的养父呢？你快说。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事，你让我从何说起啊，大夫人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？你是不是私下跟杀手集团的头头李逵暗自交往？那个绑架二少爷的行动，还有谋害老爷子的行动，是不是你在暗中主使？大夫人，这想象力太丰富了，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我，杨总管呢？你在戴家30年，老爷一向待你不薄。我不明白的是，你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，一定要凶残的置老爷于死地？大夫人，您太会编故事了。彩嫂失踪的事情，跟我完全没有关系。说我谋害老爷子，那更是莫须有的罪名。刚才你也说了，我在戴家30年，我对戴家忠心耿耿。老爷，还有你们二位夫人，你也看在眼里了。戴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可以替我作证。你要这么指控我，我真是无法承担。不想承认是不是？好，朱捕头来了。等你进了牢里以后，我看你说还是不说。二位夫人，冒昧打扰了。朱捕头，你来得正好。我以戴家女主人的身份命令你，马上逮捕杨大年。来人呐，把大夫人和冬梅给我抓起来。走，朱捕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抓我娘和冬梅呢？我现在就以毒害严家小兄妹小雷小玉的罪名逮捕他们，不管他们认罪也好，不认也罢，如今罪证确凿，他们难逃法网，还站着干什么？押下去！走！娘！住手！不要伤害他！可以，那就请大夫人你乖乖的跟我走一趟。娘，你不能跟他走。哼，今天是领事大人亲自下的命令，要我立刻逮捕大夫人，谁要是加以阻拦，一律以现行犯加以逮捕，绝不宽待。原来是你。姐姐，您都要我的命了，我还不得求自保？这会儿该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叫你一声姐姐了，还不把他给押走？是，带走。走。住手。住手。朱捕头，放开他们。你有没有搞错呀？啊，你不是想查出毒害你弟妹的真凶吗？我都逮到他们了，你居然叫我放了他们？大娘，我只问你一句，那毒包子真的是你给的？他们俩是不是凶手？只要大夫上上下下所有人交叉对峙，就能见分晓。况且那条狗还埋在地底下呢，只要一验就全清楚了。废话少说，把人带走。是，哎，走。娘，哎，你小心点。二少奶奶，这不关你的事吗？你以为我真的死定了？朱捕头是可以用钱买通的吗？怎么连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来人！在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这个人从今天开始
再也不是什么戴家的大少爷了。戴家不容许有毁坏名声的杀人凶手，更容不下凶手的养子。你们听好了，把他赶出去，从今以后不许进戴家半步。带走。是是是。你们走，放开。走走，我自己会走。你记着，今天我从这个门出去，总有一天我还会再从这个门回来。邓少爷，为什么巡捕房带人抓走了大娘？为什么你们把大哥赶出戴家？说为什么？杨总管，你说。二少爷息怒啊！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保护二夫人，保护我娘。大夫人和大少爷诬告我跟二夫人，说我们谋害老爷子。放屁！怎么可能？哎呦，二少爷，大夫人跟大少爷恶意编织罪名，今天本来朱捕头是要逮捕我跟二夫人的，我一看情形不对，赶紧敦请二夫人给领事大人打了电话，这才扭转了局面。我不相信我大哥和大娘会这么做。我们也不信啊，可是事实俱在，容不得你不信呐。哎呦，你想一想啊，要是二夫人被巡捕房抓了去，来个严刑逼供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我是出于无奈破釜沉舟才予以反击的，否则的话不但会毁了二夫人一生的清誉，而且还会给二夫人招来杀身之祸呀。娘，你说话呀，杨总管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他说的都是真的，要不是杨总管当机立断给予迎头痛击，你再也见不到娘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这大娘被抓的消息一旦传出去了，我们戴家的名声不就全毁了？汤儿，不会的，我已经私下拜托领事大人，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公开，等你爹回来，你们父子俩一起开个记者会，对外说明一切。记者会？没错。二少爷，严家小兄妹被毒一案在上海滩闹得沸沸扬扬，可是凶手居然是戴家的大夫人跟丫鬟，这有损戴家的声誉，所以得召开个记者会昭告社会，这纯属是大夫人的个人行为，与戴家无关，戴家的资产一切如常，借由记者会当天由您和老爷子共同出席，这也是昭告众人，二少爷您才是戴家未来的唯一接班人。雪蛮，金龙哥，我真的没想到大娘跟冬梅姐真的是凶手，这些问天也都知道，他还一直瞒着我。事情怎么会这样？小蛮，戴家本来就是个是非之地，现在只剩下杨总管和二夫人在，以后的日子可就更难过了。你说的对，这个家我再也不知道该相信谁，还能相信谁。走吧，我们离开这里，这个时候救出财妈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好。小霞，这毒杀案的真相你既然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？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你再让我出来想办法，我哪来那么大本事？爹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帮这个忙吧，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大夫人。月叔，您跟我娘认识这么多年，您知道她的为人如何？这个毒包子事发当初，我娘做出误判，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么多后遗症。为此，我娘一直都在自责。月叔，现在我父亲不在城里，只有您，只有您才能够帮我化解这场浩劫。我求您用您的关系帮帮我。文天啊，你是律师，应该知道，这犯罪与否应该由法律来定夺。啊，我跟你的父母认识多年，可这是杀人案，是人命关天的事。如果我现在出来帮忙，卖我的老脸，啊，
那人家会对我怎么说呀？啊，再说了，你跟小霞的关系……爹，你别把话扯远了，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？问天哥已经同意娶我为妻了。我岳建功想讨女婿还难吗？文天，你是真的想娶我的女儿？我，好好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爹，问天哥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找上你的，就算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帮这个忙吧，好吗？爹，求你了。好好好，好，爹答应你。不过不是冲着他，我是为了戴家老爷跟大夫人的面子。不过小霞，我话说到前头，这可是杀人案，人命关天的事，有没有把握我一点都不知道。爹神通广大，肯定没问题的。月叔，谢谢。去了。这两天委屈你了，你不要怪我心狠手辣，要怪就怪你丈夫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事。你想说什么？啊？嘿嘿，他求我，你求我啊？你早知如此，你何必当初呢？李逵，动手。彩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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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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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告诉你，再敢欺负严小曼一家，我让你人头落地。妈的，人都死绝了，给我追！起来。起来，起来，给我追呀！算了，李坤，让他们去吧。经过这件事情，我看他们夫妻俩不会留在上海了。可是那严静才知道我们的秘密。可是戴家大夫人已经被捕了，是戴罪之身，死罪难逃。而且严小蛮，他怀着戴家的孩子也是戴罪之身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真没想到他们会找到这儿来。要是杀了这夫妻俩，严小蛮跟我没完没了，我可不想自找麻烦。便宜点。孩子们，来吧，小二。
好了好了，没事了啊，别担心，我回来了。金龙、尤叔、徐伯，谢谢你们了，谢谢谢谢，还好你们及时相救，要不然我们夫妻两个真的没命了。谢谢谢谢，回来就好。哎，不用谢。三妈，还是小蛮聪明，让我呀和豆豆、小毛分两批看着杨总管，这才找到你们的。啊不不不，谢谢。要说聪明，我最聪明了，我当时就让他不要跟来的嘛。哈哈，由于我的英明果断，所以你们救了我，否则我们早就没命了啊！哇，还好意思说，我今天好好打死你！我打你！又打上了，活该！是，他们这俩夫妻啊，一直是这样。严进才，从今以后我决定不当你老婆了。不当我老婆，你当什么？我当寡妇啊！你别跑，我今天就杀你的不可！什么什么谋杀情夫啊？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已经救过你一次了，我帮不了你了。好了，蔡妈，你听我说一句好啊。蔡妈，小蛮，我看这帮恶棍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们一家人还是赶紧离开上海滩吧。好吧，我看这个家我是没法待了。彩妈，不如我们一家人到乡下生活吧，这样我们也能挺直了腰板做人了。对啊，哎，你们赶紧收拾收拾，我们走人吧，免得夜长梦多呀。好吧，豆豆、小毛，我们收拾行李去。哦，走。小尤、金龙，咱们也去帮他一下。好，走。你看干什么？说吧。说什么？还装。你为什么去找杨总管？还有杨总管为什么要给你一个箱子？那箱子里面放了什么？还不快说。小蛮，你别问了好不好？我烦都烦死了。烦死你得了，这都闹出人命了，你还不说。哎呀，不能说。不能说是吧？哎，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就让财妈来问你，你再决定你说不说，好吧？啊，好。小蛮，好，我说，其实我找杨总管，我是知道他有隐藏多年的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18年前，大夫人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下毒。我亲眼看见这个下毒的男人就是杨总管。走，啊，走，把人带下去，在门口等着。是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进来。夫人，我是个胆小的人，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如果真的可以，我真想是置身事外，别卷进您跟二夫人这个漩涡里头。可是事与愿违呀。啊，小心我反咬你一口，连累了你自己。我真怕呀。那本笔录和工作日志我已经烧了，二夫人也已经答应把银行里我所有的存款记录一笔划销，那就天衣无缝了。哼，夫人，我看您别为难小的，就认了吧。啊，你要我认什么？认罪吗？我没有罪。我知道夫人你这个叫以拖代变，想等着老爷子回来救你，是吧？
等老爷子回来，你就死定了。还有那对狗男女。哼。怕是等不了那么久吧？什么意思？我怕冬梅熬不到那个时候。嗯？你要干嘛？说，毒包子谁给的？不说是不是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住手！夫人有话要说吗？夫人，那包子是我给的。夫人，口说无凭啊，请你给小的在这份口供上画个押吧。要画押可以，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把冬梅放走。没问题，可以放了她。夫人，不行啊，要让我来认。他们要的是我，不是你。而且，那包子是我给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满意了吧？满意。非常满意。你给我出去一下，我有话要对冬梅说。是。对不起，都是冬梅害了你。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还是出去吧。夫人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陪你。你这孩子，别哭了，啊，别哭。来，听我的话，你一定要出去，才能够帮助我。你出去了以后，马上找问天，让他去找郭市长帮忙，听到了吗？我们知道了。哎，我小心点啊，慢点啊，哎，小心点，孩子。找到落脚点以后啊，乖啊，千万捎个信儿来，报个平安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小蛮，走吧。走啊。蔡妈，我不能走。嗯？为什么？那个杨总管作恶多端，我怕不加以制止，他会做出更多恐怖的事情来。现在他已经把大少爷逐出家门了，我怕他会再对君涛怎么样，所以我决定我要返回戴家，让君涛多加小心。可是那个家有杨总管在呀，那你再去的话不是自寻死路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现在还是君涛的妻子，只要他们母子俩平安无事，我想，他不敢对我怎么样的。而且什么？而且，戴家所有人都在说，那毒包子是大夫人给的。但我觉得这中间还有很多疑点，所以我要找到大夫人，亲自向她问清楚。还有才爸你说的杨总管的秘密，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夫人知道。可是你光替他们家人着想，这样值得吗？才妈，不管怎么说，问天、冬梅姐、大夫人还有君涛他们，对我都是真心的。你让我这样就跟你们一走了之，我真的舍不得。所以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要留下来。
你们大家就先走吧。彩妈，你走吧。这不是这。走吧。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吧。小蛮，小蛮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我本来不打算回来的，君涛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情啊？18年前，大夫人在医院待产的时候，遭到人下毒手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我听大娘提过，怎么了？那个时候，蔡伯刚好也在医院，他看到那个下毒手的人。原来竟是杨总管。杨总管，嗯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也不知道。也正是因为财爸财妈知道了这个秘密，差点遭到杨总管灭口。幸好是有那些邻居帮忙，不然他们早就凶多吉少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君涛，杨总管这个人心狠手辣，我担心，我担心他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会对我下手？我觉得有可能。严小蛮，你别在这边瞎说好不好？涛儿，杨总管他绝对不会害你，更不是严小蛮指控的那样，他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我可以打包票，杨总管绝对不是那种人。二少奶奶，谋杀可是死罪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乱说呢？我没有乱说。你做过什么事情？才把可得一五一十都告诉我了。二少奶奶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你养父的话了？哼，我在朱捕头那儿听说，当初要不是才爸告密，你和才妈也不会被巡捕房逮捕了。一个为了钱能出卖自己的妻子、出卖自己女儿的人，这种人的话能信吗？小蛮，才爸是那种人。那是以前的事情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是不一样了。二少爷，你知道这次财霸找我要多少钱吗？整整1000大洋。1000大洋？那是你自己做贼心虚付给财霸的封口费。不是封口费，是聘金。聘金？财霸说了，他辛辛苦苦地把小蛮抚养长大，不能就这么白白的送进代价，所以狮子大开口找我要1000大洋。你胡说，那根本是你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而付给财霸的钱。涛儿，杨总管并没有胡说，至于那笔钱，我很清楚他是怎么回事，因为这笔钱是我亲手交给杨总管的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小蛮，你养父的为人只能用贪得无厌、虚损无度来形容。你嫁进咱们戴家，该有的礼数我们一个都没有少。他不出席你的婚礼也就算了，私底下还跑我们这儿来敲竹杠，这不是太过分了？我不相信。你别胡说了，君涛，你别听他说了。够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是戴家的媳妇，怀有身孕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此时此刻，这个家里面只有一个女主人，那就是我。我说的话才算数。我说的是，1就是1，2就是2。王师傅已经做好了午餐，涛儿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小蛮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咱们一块吃饭去啊。我吃不下。是吃不下还是不想跟我们吃？没关系，我会派人送来的。但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懂吗？娘，走啊。二少奶奶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着想，我劝您从现在开始谨言慎行，少管闲事。
办啊？那二少爷这么相信他娘，根本不相信你说的话。但是二娘越是偏袒那个杨总管，我就越是觉得他有问题。没错，那个女人肯定跟杨总管是一伙的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她身为戴家的二夫人，地位高高在上，为什么要跟杨总管共谋呢？小蛮，小蛮，老爷已经回来了，他在书房等你呢，你赶紧过去吧。好。哎，小蛮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替大夫人说说话，最好把他放出来。我明白，你放心吧。嗯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戴某的夫人他也敢抓？巡捕房跟天界打了吗？小梅，是你吗？我怎么了？是你在背后捣的鬼？我哪能搞什么鬼呀？真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怎么知道是谁告的密？巡捕房的人冲进来就把人抓走了，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我这就去巡捕房把人给带回来。老爷，这可不行啊！就算你去找朱捕头，他也做不了主。怎么说？听说这是领事大人亲自下的令，朱捕头才有拘捕令的呀。领事大人，他凭什么？我不管那么多，我今天就算是大闹巡捕房，也要把人给带回来。啊，老爷，别去！姐姐犯的是杀人罪，你这要是把事情闹大的话，姐姐一个人的罪行就等于我们戴家所有人的罪行，你叫别人怎么看咱们？你最好想清楚。怎么？难道你以为我们戴家应该跟德清划清界限吗？当然，绝对要划清界限。老爷，我有个建议，为了保全戴家声誉呢，我建议您尽快召开记者会，就说毒包子事件呢纯属大夫人的个人行为，戴家上上下下全然不知，这样咱们戴家才可以自保啊。自保？啊？你们知不知道德心他是无辜的，他是为了保护我才扛下这个罪的。保护你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其实那个包子里的砒霜是我放的。德心他是替我顶的罪。那天是我自己在包子里放了砒霜，准备给来福吃，而德心跟冬梅两个人并不知道，当他要去喂来福的时候，刚好碰到那两个可怜的孩子，才会发生这场意外。若真要追查起来，我才是真正的元凶啊！德心他为了我扛下了所有的罪，现在可以说是走投无路，但是我相信到现在他都没有透露出真相来。他为我牺牲，为我吃了这么多的苦，我怎么能对他落井下石，又怎么能够跟他划清界限呢？所以我一定要把他给救回来，就算散尽我们戴家的财产，我也要把他救出来。杨总管，北车，跟我去巡捕房。哎，还有，叫天二跟我一道去。哦，老爷，大少爷现在不在家。他去哪儿了？他在律师楼，准备帮大夫人辩护呢。那就不等他了，我们走。夫人，为了慎重起见，请您在这份笔录上也签个字。口供不是画押了吗？还要签什么笔录？口供是您的自白书啊，这笔录是我们巡捕房的问讯程序，缺一不可。可以放人了吗？对不起，
冬梅不能走。你答应过我的。有吗？谁听见了？你？你？没有吧？这年头，口说无凭啊，要白纸黑字才能算数啊。哎，你这个畜生！夫人骂得好啊，这只是一种问讯的手段罢了。我要是不答应你，你怎么会这么爽快地签字画押呢？不过我要告诉你，这份笔录上写得明明白白，您冬梅就是杀人的共犯，押下去。嗯，走。主司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落到我的手里，要不然你会死得很惨。哼，我等着那一天呢。奉劝您一句，您还是省点力气吧。押下去。走走走，快点走。老爷子请。哎呦，嘿嘿嘿，是老爷子您来了。请坐请坐。不用了，我才离开这么几天，就有人爬到我头顶上来。主司，你还真行啊，你还不快给我放人。哎，老爷子，小的这个也是照章办事，您这个不是为难小的了吗？再说了，大夫人犯的那个是杀人重罪，小的怎么可以随便放啊？你少跟我关腔关调，我可不是这一套。你要是再不放人，我就去找郭师长，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，甚至连你这个捕头的位子你都干不下去。您说您要去找郭师长，那请便吧。你什么意思？那我再给您重复一遍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是租界，我的顶头上司可不是郭师长，而是领事大人。啊，重客呀。老爷子请。哼，哼，哼。老爷，咱们上哪儿吧？先到律师楼跟温天会合，再一起去找郭市长。好。开车。你方向搞错了吧？掉头！哎，我讲话你没听到啊？杨总管，你不会把他捂死吧？到时候坏了我们大事。哼，你放心吧，这是蒙汗药，又不是砒霜。小蛮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金龙哥，我正要去找大夫人呢。好啊，大夫人对咱们有情有义，值得帮忙。你说要我做什么？我呢，想先去找问天，理清一些事情，然后再慢慢想怎么去救大夫人。行，咱们这就去。哎，金龙哥，嗯，你呢就留在这儿观察杨总管的动静，顺便保护君涛。要我当探子啊？我只适合当你的保镖，不适合当探子。哎呀，你就帮我这个忙嘛，求求你了。哎呀，不是，可是这个地方乌烟瘴气的，现在要我当探子，非把我闷死不可。金龙哥，可是我真的很担心君涛的安危，
你就帮我这个忙嘛，好不好？可是我……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，我先走了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了？什么？你把老爷关起来了？小梅，我保证绝不杀他。你不是说好不关他的吗？你给我把他放出来！你给我放出来！小梅，你疯了吧？小梅，戴庆豪知道是我下手把他迷昏的，我现在把他放了，不是自找死路吗？你明明答应我的，你答应我的，你知无二反二，你知无二反二，小梅，好了，小梅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要是再不动手的话，他就查到我们头上了，你知道吗？小梅，我告诉你，戴庆豪和问天要去找郭市长，他们两个见上了面，我们还能安身吗？我是替我们考虑，先把他软禁起来，这样也能保护住我们的安全，你知道吗？你刚说什么？二少爷竟敢抓我爹，还把他囚禁起来！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竟然敢软禁我爹，还对您大呼小叫的！涛儿，这是个误会，这是误会。杨总管，小蛮一直跟我说你一大堆的不是，我还替你说好话。哈，没想到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抓我爹！快说，我爹在哪儿？二少爷，我……大爷，不说是不是？